这个，骆总，真是抱歉，孟杰这孩子就是胡闹，我替他向你们说声对不起了。我呀，一天到晚在农场，没有管理好这个孩子。刘董，你严重了，小孩子嘛，犯错误是很正常的。其实。 犯了错误就不正常了，犯了错误就需要改正。我觉得把这孩子拿掉了。听我说，本来呢，孟杰，我们准备给他出200万的嫁妆的，现在出500万，500万，哎。 啊，嫁妆不是问题，我呢，希望两个小孩子以后好好的，他们好了，我们两家人都好。还是你想的明白，多大度！孟杰，你有这样的好公公，应该是你的福气，孩子福气。啊，这事能解决就行。 我跟天明就是希望这个小春能够跟孟杰好好的在一起，啊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要不咱们先吃饭吧？好，那就吃吃饭，吃完饭好好商量点。嗯，好，先吃饭。好，好，好，对不起，让你们失望了。 我是坚决不会拿掉这个孩子的。这个孩子是没有错的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是我的，我要保护他。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孟杰，孟杰，你看这事儿，真对不起。 吃不成了，改天，啊，改天我请，我请啊。哎呀，挺可惜的。孟杰。 加班呢？对啊，还在加班呢。啊，挺辛苦啊。不辛苦不行啊。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有钱？啊，还是辛苦点儿，忙点儿好。忙点儿好。那个。那个什么呀？那个，雨涵。 你这样吞吞吐吐的，不会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吧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啊！我怎么会出轨呢？我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儿。妈妈，你放心吧，啊！我妈叫我了，叫我点事儿，默默。你早点下班，别太辛苦了，啊！就这样，拜拜。 亲人，这样的事儿正常吧？孟杰，孟杰。 开开门啊！
你怎么也得吃点东西啊，妈！你别敲了，您回农场去吧，我现在不饿，我饿了就去吃。哎呀，你看这小孩好玩吧？你看这样啪啪啪啪过去的样子。 什么？怎么了，涵？啊，没事。哎，涵涵，涵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，我现在有点乱，你能不能让我冷静冷静，让我想想，让我仔细想一想，先这样吧，拜拜。 吓我一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那个你忙你的去，啊。真没事儿。真没事儿。神经病！你哥哥我的命好苦啊！哎呀，哥你苦什么呀？我未来的嫂子买一送一，你连生孩子都不用自己辛苦了，多好呀！虽然。